苏打绿键盘手阿贡14日晚上举办个人音乐会，主唱清风当然也是到场力挺。为了不引起骚动，清风选在观众入场后才进场，真的超低调。被问到解散传闻，清风满脸无奈，与阿贡下午在记者会上说的一样，从来没想过，只是最近的整理以前的东西。与阿贡之间有分歧的传闻，清风也表示两人完全没问题。而当天晚上音乐会的门票，清风也为了表达支持更自掏腰包买票，但他坦言传闻确实有影响到他的心情，不过一定不是新人，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还请记者们别再关注他，多写一点阿狗表演的新闻。至于是否再飞发片，经纪人则表示各方邀约很多，不排除尝试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